听啊，那唱山歌吧，感觉那边像一个集市。大王大王来巡山喽，大王叫我来巡山呐，巡完南山巡北山嘞。大王叫我要干嘛？感觉妖怪啊，好可怕呀！我乃东土大唐，前往西天取经。此处是我大王的地盘，跟我叫大王去。请问你们大王那有没有吃的呀？我们大王正在举办美食节。美食节，美食节。走，你们也太不收敛了，妖怪你们都。他们是友善的，友善的，他们举办美食节。快走。美食节啊，赶快！大王的美食节。好多长得一模一样的。牛魔王美食大赛。我们该不会就是你们的美食吧？来，牛客人！哎呀，这是那个牛魔王。猴头。虽然化为人身。而且是女儿身，你以为我就不认识你了吗？哎呦，摔跤大赛啊，摔一个摔跤啊！哎呀！幸会幸会，曾经咱俩是拜把子的兄弟，是不是？我一听声音我就听出来。牛魔王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猪八戒啊？他们说我长得像什么的都有，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很帅。哦，别耍披风了，都是灰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想请你们来吃个饭。如果我不举办这个大奖赛，我们此地将500年没有美食。哇，好惨啊你！你没有想要吃我们吧？你要吃他，别吃我。你看此地还能有什么吃的？庄稼种不出来，水果也种不出来，只有一点葱，还被你们吃完了。让我们的小黑精怎么办？你看饿的，有牛肉。牛肉，你们还吃了牛肉？你呀，终于有吃的了！终于有吃的，把它吃了。接下来啊，其实也是有求于你们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之所以？为什么要之所以？但是，反正就是都是转折词儿。总的来说，要玩个游戏才能吃得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可以赢得美食大赛，就可以为这里带来丰厚的丰收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好，我宣布一下规则吧。这个游戏就是丢骰子，接下来你们每个人轮流扔骰子，扔到的数字即是你们要挑战的人数，只有赢过所有你要挑战的人才能吃到食物。游戏项目你们自己定。懂了没有？懂了。好，第一道菜请看我们的左手边。哇，烤串。烤串。我是为了人类准备的美食嘛。同时我忘了宣布一条小的规则，只能有一个人吃到它。谁想吃这第一道菜，就前来挑战。这么快？二，我第一个选择拳击，来牛魔王。跟我拳击？拳击？你觉得你自己体力还够吗？斗鸡吧。
你不能跟我先玩，我要最后一个参与你们的游戏。来吧，小强，小强，来来了啊！好，我跟荒野求生中国第一人。撞了，对不起。输了啊？输了，我没掉下来，因为你手离开了。输了，月月来吧，来开始吧，快开始，来，来。哎，他的膝盖输了啊，他膝盖有问题，太危险了。啊啊、好惨呐、啊！